过年时间，普罗旺中式季节，我们一进到古城里面，就碰上了这样一支载歌载舞的队伍，把我们一下子拉回到了中世纪。事实上，刚刚在停车场的时候呢，已经碰见有很多的游客，也是穿着中世纪的服装进城的。这个中世纪节是法国规模最大的中世纪节气，一年一度。那今年是2017年，它举行的时间是6月24日到25日这个周末。今年的主题是中世纪的光芒与色彩。对于法国人来说，这样的节庆也许并非是一个普通的节日，而是一场真实历史延续传统的民间盛会吧。会宁时间，法国巴黎。